麦当劳吃，因为附近没什么好餐厅，那一定要看一下麦当劳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。对，这个系统其实现在好像全世界都有，他们有一个 Double Fresh， 这个看起来好像蛮 fresh 的感觉，有点像华宝，这个东西台湾好像没有。然后蔓越莓这个台湾不知道有没有。然后比较有趣的是刚才点，我们在点的时候 Royal Cheese 这个好像真的很像华宝，这个台湾也没有这个东西。然后如果你是点一般的饮料跟你要点这种 coffee juice 的话，它是差5块钱，五块大概是台币6块钱。对，然后这个进去之后，他们的薯条可以选 wedges 跟 fries， 这个我觉得不太一样。对，好，对。然后刚才看到好像就是这样，有卖 wrap， rubber， 其他东西好像都差不了太多。